游子吟，孟郊。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。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。咦，几好听喎、啊！啊，小欣啊，呢首诗系讲咩噶？你听埋咪知咯。慈祥嘅母亲忍住内心嘅悲伤，一针一线咁为远行在即嘅孩子缝制衣服，一方面担心佢冷亲，另一方面又唔知佢何年何月先至能够翻嚟相聚。母亲嘅慈爱同埋关切，都唔系我哋微小嘅心意所能够报答得到嘅。呢首诗系唐朝诗人孟郊所写嘅，系古诗嚟噶。古诗？古诗系咩嚟噶？古诗咪系我国古时啲诗歌咯。呢啲诗歌句式整齐，音节和谐，好易读，好好听噶。呢啲诗咁好听，不如播多几首俾我哋听啦。好啊，听住啦。冠着流，王之涣。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一轮落日在群山后面慢慢地沉落去，波浪滔滔的黄河一泻千里，流入了大海里面。而后两句就是由景入情，用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来展示更大的视野。如果仲想睇千里以外嘅景色呢？咁就要更上一层楼啦。觉得呢首诗写成点呢？好易读，好好听，好欣赏你。想唔想听多啲、睇多啲诗歌啊？想啊，我都想啊。嗱，呢啲全部都系诗歌嚟嘅，有古诗有新诗，借俾你哋两个翻屋企慢慢欣赏啦。好啊。春晓，孟浩然。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。春晓即是指春天的早晨，春天实在令人睡得太舒服了。当诗人听到周围都是雀仔的叫声，才从梦中醒过来，看到眼前的景色，诗人就回想起昨夜的风声和雨声，不其然担心到昨晚不知有几多朵花被吹落呢。喂，丁丁啊，原来呢一首是写春天早晨的景象，同我今朝起身睇到嗰啲嘢真係好相似喎。係咩？点解我唔觉嘅？你又冇留意，又冇观察力喎，梗係睇唔到啦。咦，思思姐姐回来了噃，是哦，首诗咁好，不如我哋叫佢同我哋一起欣赏咯。好啊，嗯，
思思姐姐佢系你哋知唔知道我系边个啊？唔通你系人形机械人？冇错啦，咁你哋啦。我叫东东啊，我系丁丁啊，我哋两个都系由 Q 博士喺太空上面派落嚟噶。唉，揾咗咁耐，终于揾到你啦。喂，丁丁、东东，你哋睇紧乜嘢啊？好唔好睇噶？真系咁多嘢问啊！系啊，我哋咧依家睇紧啲诗歌啊，好好睇噶。不过我谂你都系唔识噶啦。诶，俾我睇下啦。不如你读啲诗歌俾佢听下啦。好啦。啊，就呢首啦。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呢首诗究竟点解噶？呢首诗嘅意思系，照响床前面嗰个好亮嘅月光，好似地上洁白嘅霜雪咁。我抬起头望住个月光，但系一低头就会谂起自己嘅家乡。即系讲啲咩噶？哦，呢首诗系讲作者喺一个好静嘅夜晚，因为佢睇到天上同地下唔同嘅景色，令佢谂起自己嘅家乡，思念自己嘅亲人咯。哦，思思姐姐，我想翻太空屋企啊！吓，你想翻太空屋企？你好挂住啲屋企人啊！啱啦，我呢度有一首思念亲人嘅诗啊，不如我读俾你哋听啦。九月九日，忆山东兄弟，王维。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。喂，呢首诗究竟讲咩噶？哦，呢首诗系讲一个独自流浪远方作客嘅人，每当节日到嚟嘅时候，都会特别谂起啲亲人，谂翻起远处嗰度登高嗰啲兄弟。当各人插戴茱萸草嘅时候，又会冇咗我嗰一份噶啦。而家明白呢首诗嘅意思未啊？唉，听完呢首诗啊，连我都想翻太空啊！听完呢首诗，你仲即刻想翻太空添啊？真唔真啊？唔信你听下。回乡偶书贺知章，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无催，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。呢首诗究竟点解噶？哦，呢首诗系咁解嘅。作者自细就离开家乡，到年老嗰阵接翻嚟，乡音冇改变到，但系耳仔旁边嘅头发已经白晒，乡间啲细路仔已经唔认得我啦，佢哋仲笑住咁问。客人，你喺边度嚟噶？咪啦，谂落我都要即刻单躺字得。如果再唔走，将来就好似呢首诗所写咁噶啦。会唔会咁噶，思思仔仔？或者啦，我哋嚟咗地球都好耐啦，都系时候翻太空啦。我仲收到 Q 博士嘅通讯，知道你哋爸爸妈妈好挂住你哋啊。我都挂住佢哋啊。系嘅，所有嘅爸爸妈妈都好挂住自己嘅仔女。啲仔仔女女亦都好想佢哋爸爸妈妈锡佢哋多啲，就好似呢首新诗咁。新诗读俾我哋听下。系咯，读啦读啦。系咁，你听住咯。康乃馨，林焕章。妈妈，我是你的声音，是你心中那句安慰的话。妈妈，我是你的希望，是一声小小的叮咛，是一朵小小的康乃馨。妈妈，小小的康乃馨是红色的母亲花，像你的胸色在我心中摇晃着，在你胸前摇晃着。这首诗讲啲咩噶？哦，这首诗是写啲仔女向妈妈诈娇同妈妈爱锡佢哋嘅嘢啦。咁红色嘅康乃馨又系乜嘢嚟噶？咪表达心中对母亲永恒嘅爱咯。妈妈咁锡我，我翻嚟嗰阵一定带支花送俾佢。嗯，我都系咁话啊。啊，系喎，咁我哋几时翻太空啊？几时？问思思姐姐啊。你哋唔好咁心急，我要同博士联络好先知道噶。知道啦。咁由而家起，你哋准备要随时翻上太空噶啦。
唉，时间过得真系快啊，即系好似呢首童诗咁样啊。时钟的话，柯博人。滴答滴答，别怪我走得太快。滴答滴答，别怪我给你太少。滴答滴答，只怪你让光阴虚度。滴答滴答，我是非常公平的。咁我谂你哋都收到叮叮咚咚话要翻太空嘅消息噶啦，咁你哋有咩提议去欢送佢哋咧？不如开大食会欢送佢哋啊，唱卡拉 OK 啊，净系唱卡拉 OK， 不如玩嚟答题游戏啊。我就认为咧，应该要送个大蛋糕俾佢哋，上面咧就写啲有意思嘅字。唔好成日挂住食同埋玩啦，我惊叮叮咚咚走咗之后，我会唔记得佢哋个样啊。不如我哋帮佢哋影啲相同埋 video 留念啊。你哋嘅提议都好好，但系边个负责组织啊？肯我嚟啊！哎，你试下借你糖啊！啊，老表，你哋睇下我啲沙律几靓啊！我攞个金嚟分下。永远的好朋友，叮叮咚咚咚，思思姐姐。从发信息开始，心接近，默默以真挚待人。人生如同行走，如同难得知心，几经风暴，为着我不屈半步。我哋唔会忘记你哋噶。